Hello， 大家好，呢段片打阿卡迪啊，咁就无论输赢都好咧，条片都会 upload 噶啦，因为咧我而家好燥底，点解咧？因为啱啱咧就连输咗成个钟嘅，咁啊自己冇阿卡迪啊嘅货金重去打，咁我觉得冯莱同呢个司马懿去打嘅啫，咁就打咗一个钟都输晒，咁我头先咧。头先咧，我即刻问我个 line 群嘅朋友借呢、一个修女同呢个即成神咧，即刻戇鸠 game， 即加非洲同欧洲就系咁大分别噶啦，你明唔明白啊？唔再系以前咧无货金玩晒嘅，即可以玩到好多关卡嘅年代啦。我冇有讲，我顶你个肺停。OK， 我哋翻嚟啦，咁。是不是这么玩我先趁现在有空档时间讲讲啦，这个即成神和修女是黐线的。修女的 SS 加强了整个攻略的稳定度。个白飞刀呢又大力。但其实我觉得他最强劲都是他的 SS， 延迟这个敌人的 round 数。还有他个本身那个即是攻击力和血量都 OK 高的，速度差一点的啦，就攻击力都差一点，但他 support 性实在太强了。至于这个即成神呢，是痴线的，他是呢一个 SS 打3000万，是12 round 我用一次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没有讲的，真的加下是这么差这么远的整个游戏。基本上你用呢个无货金队同埋你用一个有货金队呢係天渊之别，我同你讲。譬如话呢一场咁，基本上我都可以同你讲我中途会死硬㗎啦。係啦。即係请原谅我係冇实力嘅一个人啦。同埋请原谅我一个欧洲人，即係一个非洲人啦。OK， 咁啊先卡我啦，係冇讲㗎啫。即係你见我初次第一次赢嗰场都係借猪嘅。你就知咩事啦，我真冇有讲，即系我唔知点解呢啲，即系，唉，其实都唔系近呢个几个版本嘅事啦，已经好耐嘅事啦。即系 ，I mean 只 game 系要你食一啲，即系好食某一类型嘅虫。咁迟啲光爆嘅Illudorado 仲明显啦吓，即系一定要有知识部啦，基本上到时。咁冇知识部系两只 game 嚟嘅 ，OK， 即系呢度你起码都仲有只司马懿去用下，但系到时你就得暗斗神咯，喺度自己慢慢切咯，跟住人哋又个个都喺度用呢、知识部嗰度戇鸠 game 嘅，唉，都冇有讲，即系咁样完全地扼杀咗呢个无货金玩家嘅，唉。顶住两失败，我仲要撞唔到修女喎，靓波喎，咁当错技啦，唉，好闲嘅啫呢啲。好咁啊，二血，嗱唔系二血 battle two， 嗱见我狂讲错嘢啫。好咁呢度就，我唔开地板住。即系趁食咗剑啊，企喺中间个靓位先。呢度我都趁食咗剑系撞修女同埋自己撞嘅点先。即系冇办法噶，呢啲系睇情况啊，呢啲系啦。即系你可以跟剧本，咁你可以临时应变改一下个剧本都得嘅。即系唔一定话要卡咗呢啲小怪先。好，咁至少我等嗱，系另外一只司马懿个技跳到先入呢、這个牛女嗰关，系啦，系卡落去啦。好，咁啊 ，Battle Three。
咁虽然嗰段片就即系欧洲嗰段片咧，打咗成20分钟，黐线嘅，都打咗几耐。咁但系完全系两个世界嚟嘅，你可以见到喺好危险嘅情况底下，我即刻开个即静神搞掂咗咯。即系，唉，玩坏手势啊会。包机啦！好，咁啊，先就开咗司马懿个 SS 先，咁啊过版。OK，嗱，如果呢场打得仲顺过欧洲嗰队嘅话咧，咁基本上都系因为技术嘅啫。系啦，即系你唔好俾呢一个情况呃到啊！即系基本上一入到皇关啊嗰啲，就即刻露即刻现晒形噶啦！即系队伍上嘅差别啊！即系譬如话呢度咁样啦，我冇记错，好似其中唔知一血定二血啊，即系就嚟好危险嘅咁。跟住我食咗把剑，加埋嗰个 SS 个伤害，系黐咗线嘅。好似二血入三血嗰一下，系啦，即嗰段片啊，自己可以抄翻啦吓。啊顶，咁啊行咗左边。啊得啦，咁啊一血其实唔系，即系 sorry，黐线又讲啲血，即系中 boss 第一层就基本上可以话系小试牛刀嘅啫，唉，咁啊一入到。中 boss 第二层，即刻即系离了噶啦，即系因为呢版嘅怪嘅数目唔多啊，同埋 boss 嘅血量都冇话好多，所以就同埋呢啲 SS 啊，都基本上有噶啦嘛。好，咁啊，继续。我反而呢个位系食到有弱点判定嘅，即系。OK，咁啊，Battle Five，咁就，哎，大镬啦！左边嗰只，我清到啦，唔得。咁啊，咁我呢度唔得啦，一定要开。嗱，我觉得中 boss 第二层咧，好适合开缝内嘅，系啦，乱爆啦，即系你好难遇到会点弹嘅。点解咧？因为我觉得呢个 battle 嚟讲，啲小怪系最麻烦嘅。你见到，譬如话上面嗰啲，好难清嘅，系好难清。我即刻开个号令就清晒啦，系咪？咁当然要回血啦吓，唔会就死喺呢度。即系我会俾我顶部机唔够位，顶！我想换手机啊，应该好快都换噶啦，希望我都换咯。好，咁啊修女电一电，希望唔好话俾我呢度。好，咁啊，好彩，咁就修女，咁睇下留唔留到把剑俾凤来啦，哎，冇啊，佢死埋，好，咁啊，进入呢个 boss 战，系啦。咁要卡波先，咁卡完波就清牛啦。
咁樣。OK， 清曬啲牛啦，安全。我諗之後就係爆武器啦，要。諗修女把刀咧，即係除咗當然係弱點飛刀之外咧，佢仲有另一個作用就係清咗把武器，好輕易嘅清到添。好。咁呢度就可以怼爆粒波先嘅，咁但系我做输出算，喂怼爆粒波佢啦，因为冇咗回血墙啦。好，咁怼爆粒波啦，咁就仲有七回合打，咁七回合就够嘅应该系啦。哇，食咗剑啊，修女！咁其實修女嘅攻擊力唔高嘅，係啦，其實佢個輸出主要係友情技輸出。即係佢同奧茲啊，同即係阿典娜啊嗰啲，其實攻擊力都爭一段距離嘅，因為始終係炮擊型啊嘛。即係佢靠個友情技穩值多啲咯。哇，好痛啊！黐線，我諗呢度殺啦，應該可以。咁啊，順便回回血。咁就進入二血。咁你見到中波斯第二層我爆呢、這個號令技係有著數嘅，係啦。咁就嚟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卡波啦。咁啊，開咗呢個回血牆同地板，咁就到修女啦。咁修女青牛係好好嘅，因為佢個飛刀係超屈機嘅。即如果佢企到喺中間啊，諗但係收到呢位咧會阻住你清牛嘅，點解呢？因為佢係會即係射唔中一隻牛嘅弱點啊。諗但我呢度起碼穩定清牛啦，咁啊上下啦。咁啊，亦都頭先如果太斜我死咗啦，因為我會食佢嗰個 OK。咁啊，蓬萊非常好彩係冇。即係冇俾人麻痹，如果呢度俾人麻痹，我死咗咧又係。咁所以你見到靠運氣嘅地方好多。好，咁回血啦呢度係啦。咁先就回滿條血。咁啊，因為呢度一隻阿典娜都冇啊，即係冇耐性嘅角色啊。咁一定要回血啫，係啦。咁唔係嘅話，你基本上唔夠血捱佢嗰啲飛彈啊、火柱啊咁嘅。咁對血嘅管理亦都好大啦，因為你冇能力好快咁 KO 佢噶嘛，即除非你修女個弱，即係對住個弱點幾排飛都咁飛埋去，咁唔係基本上你都係好難順殺只 boss 啊！當然你可以開 SS 嘅話 ，OK， 咁就咁又希望就唔好食火柱 ，OK。咁亦都如果弱點喺右邊咁飛收佢個飛刀就超勁㗎啦。OK。哇黐線。蓬萊。好呢度應該收得佢皮啦。打念。咁啊進入呢個美血。美血就係最難打嘅地方啦。咁但係美血呢有修女係好唔同嘅成件事。同埋有蓬萊個號令啊。咁所以就如無意外係贏緊嘅，即係你唔好突然間食火柱咁應該贏緊嘅。咁就開咗粒波波先啦。咁要就開埋延遲啦。延遲曬全部嘢啊！真係
好，咁啊，继续。咁呢度就爆武器，我先开 SS 啦。你见到boss 个即死技去到12圈，唔系14圈，系啦。咁所以即系修女劲就系劲喺个 SS 度。我觉得佢最劲真系 SS 啦。即系呢一关真系唔适合屈友情嘅。即系你四隻修女咁，其实我觉得佢最劲嘅都唔系在于佢友情嘅。其实好多时都会佢特登唔俾弱点你咧，搞到你系即系做唔到啲乜嘅。咁但系咧就修女个 SS 咧系大幅令到成队稳定度系提升咗咯。咁但系过多嘅修女又未必系件好事，我自己觉得系啦。因为过多嘅修女咧系会令到你个输出上系唔够嘅，系啦。SS 又冇输出啦，自己体状个攻击力又未去到奥兹嗰啲咁高啦，就系咁。咁呢个我决定都系唔开 SS 嘅。咁我爆武器先啦。都是揀爆武器先嘅，好，咁武器就基本上呢队唔惊话爆唔切嘅，我觉得就好，呢度撞晒啲友情佢啦，咁就务求啲友情啊飞埋撞死啲剑啦，啲武器啦，系啦，好，咁就嗱如无意外呢度就可以开 SS 噶啦，嗱呢度要顺杀只王啊，即系阿 min 要尽快 KO 佢啊，点解呢？因为留意一下我哋系冇咗回血墙嘅。我只系冇咗一塊啦，已經咁，所以就啲加速地板亦都好快冇咗，咁所以就嗱呢度應該冇問題啦。頂，咁唔好意思，我收翻嗰句啦。歐洲同非洲好大分別，原來係人嘅問題啊！點解會咁順嘅呢場？我都冇諗過會咁順嘅喎。即係我頭嗰一個鐘我都係用呢隊嘅啫，再配修女。即係當然 friendly 就冇配乜啦，咁通常都係修女啦。我冇諗過會咁順嘅喎，一拍片就咁順嘅。OK， 咁啊過版啦。咁就但係你見到啦，其實我 show 到嘅一樣嘢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。即系呢、這个货金队啊，欧洲人队啊，即系上一条面嗰队啊，最需要的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啊顶，唔系即系阿 min 最有嗰样嘢啊，最优势嗰样嘢系容错率呢个问题，系啦，容错率一低就代表个关系二啊，变到系啦，即系我哋见到我都有好多失误嘅喺嗰场，系啦。咁呢場係因為失誤少先至過到嘅啫，係啦。咁但係呢基本上呢隊有少失誤咧，都賴嘢噶啦，就係咁。係今場比較順利嘅啫。咁我本來係諗住拍呢段片，見到打得幾辛苦先至過到板，然後就話歐洲隊係好好多嘅，一隻頂你個肺。即係，但係就基本上 show 唔到啲乜啦，因為呢一場好順利嘅，係啦。就係咁，咁就呢場用係啦，呢個無貨金隊嚟到呢度先啦。我仲要快過貨金隊咩事？技術咯呢啲味係啦。咁但係基本上打19分鐘都過到係勁嘅，即係咩意思呢？即係代表嗰一隊救咗你條命仔好多次咯，係啦。即係尤其是係烏爾德嘅 SS 啊，同埋。即係修女嗰個延遲 round 數啦，好就係咁，拜拜。